简单吗？哇，这样难炒没？我老爷难过耶。老爷要丢手机，然后才可以弄到啊！搞错，你这样的 ending 啊？Hey buddy, 晚上好，我是战神 Race。那今天做我们的一个的捉迷藏，最多会准备有手有脚的娃娃，米咯，还有红线。我不懂为什么要红线啊？哎，这些微博的东西，我真的是希望招来不要麻烦了、啊，不然我要请男模了，麻烦。现在要取出他的棉花线。有点残忍啊。我在挖稀饭。现在挖完了，可以倒米。OK， 手术完成。这孩子我叫他，我姑妈个鸡皮送给他，那个很酷啊，那个有意思。OK 了，先开始了。So， 我姑妈个鸡皮送给他，哎，立正 ，OK。Steady 啊 ，Steady。So， 我姑妈个鸡皮送给他。坐在这边，好像还没有这么恐怖。嗯，这个才叫做恐怖。哎，哎，算了，躺在这边，那给你翻身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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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恐怖。开灯不恐怖，关灯才恐怖。来。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各位观众，虽然你看不到我们，但是呢，好在有讲话声音。哎，怎么感觉到有东西了？给他一粒猫，给他直接我就知道了。嘿嘿，好，开灯，开灯。好像吓观众哎，等下等下，哎呀，没有买到那个器材。因为前四个观众这边有个红色的板凳，跟他一般都被判下去，我才有钱买。先拿出我的拿舵，还有战神剑，有点像驱魔剑。所以啊，我不是林正英，所以呢，你不要找我去亏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不要找我啊！没有装进，嗯 ，OK， 就倒好了。好了，听讲，去安全区是有放盐的地方就对了。嗯，
我哭了个几批送给他，我哭了个几批送给他。哦，哇，要等很久耶，三爷，我心好，我心好有盐水啊，不然啊，恐怖，我不能等这么久啊。醒醒啊！醒醒啊！醒醒啊！所以这个传说是假的，呸！好了，影片到位了。如果你是超越，嗯，怎么这样？我哭了个几遍送给他，我哭了个几遍送给他。基本上来讲是全部是假的，对，全部是演的。我不想演真正的都市传说了，因为真的危险性度很高，已经靠近农历七月了。我这个影片是忒早拍了，但是应该是我相信这个影片已经是农历七月了。这个都市传说虽然我知道现在是 expire 了，过时了，但是我觉得危险性度还是很高。像比如这些 YouTuber， 像 J O B 啊、熊猫啊、Baby Q 啊、古地轰啊、王狗啊、方火啊，还有秀玉样子，他们虽然做过这个都市传说，这个危险性度很高啦，但是我觉得大家，我不鼓励你们去做啦。看似可以，但不可以去做。如果你真的玩的话，跟你们讲，真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好了，影片到位了。如果你超级终极超级无敌的话，我的影片吧，记得按 like share 看。如果你新看过最好新看的时候，记得按赞以及下方口没有，谢谢。反正这个五个方式不一样的。如果是你是跟我讲啦，我就拍玩那个一个人捉迷藏的那个电脑游戏就可以了。不要开玩笑罢了。好了，等耐心啦 ，ciao。But I can also see the bones you get.